哎呀妈！吓死我了！嗨，前面的老头儿，给我让个路啊！哎呦我去！我凭啥给你让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！不是我说 你老头，你骑个两个轮子自行车，你给我这车让个路，让我车好过去呀。我这四个轮子的比你这两个轱辘的宽，你知道不？你四个轱辘咋的呀？四个轱辘，我这车不就比你少俩轱辘吗？啊，我凭啥给你让啊？哎呦我去！你这人，你说你骑个破自行车在这跟我瞎嚷嚷什么呀？自行车咋的呀？自行车，我自行车再破那也是车呀。我这可是机动车。哎呀，机动车，我跟你说别激动啊，别激动，小姑娘，你开机动车有啥了不起的呀？我就得给你让呀，我就不让。哎，你说你骑个破自行车啊，你在这还理直气壮的跟我吵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就我这车能卖你这破自行车能好几座山，你知道不？哎呀喂，这把你能耐的，那你过一个你试试呗。嘿，行，我也不跟你吵了。那啥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那中五里村咋走呀，大爷？老头儿。老头儿，我有那么老吗？老头儿，大叔，谁是你大叔呀？啊，你才大叔呢！大哥，大哥啥呀？大哥，我是你大哥呀！不，我就发现了啊！你说你们现在的小姑娘，这出来问路能不能礼貌点啊？能不能把我叫的年轻点？年轻点。那孙子啊，中五里村咋走呀？告诉奶奶。你别笑。行，中五里村是吧？啊，我就是中五里村的。你就是中五里村的呀？啊，哎呀妈，那你赶紧告诉我这路怎么走吧？你看你这都给我挡死了。要不然你在前面骑着车，我在后面跟着你也行啊。那个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前面这路，看到没有？你这车呀，根本就过不去，前面是越走越窄，越走越窄，知道吧？你要不你就下来走着过去啊。哎，等，我听别人说能过去呀。那你就听别人说去吧。哎，别，那啥，大哥，你看你就是中五里村的是吧？要不然你带我一程呗。我带你呀？啊，我凭啥带你啊？啊，你看大哥，咱俩吧，这也算是不吵不相识是吧？哎呀，那你就载我一程，载我一下能咋地？不是，我凭啥要载你呀？啊？哎，别。我给你路费，10块钱，10块钱路费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这家，哎呀，你可真是够大方的呀！啊，10块钱，刚才呢还说自己多有钱啊，开着多么好的车，这家这给我路费就给10块钱呢！啊，哎呀我的妈！你找那10块钱的吧啊，爱找谁找谁。哎，别，大哥，那你说多少钱？你说吧。你给个数，最少300。哎呦我去，300，行，300就300，拿钱。那我坐哪儿啊？坐后边啊，你还能骑我身上来呀？上车吧。哎呀妈，这能行吗？
哎呀，没问题呀、啊，放心吧。好了，好了，坐好了啊。啊，走了。你慢点啊。哎呀，知道了。这大哥，这看着这路也不像不能走的呀，还没到吗？哎呀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这车这坐的我，天哪，快点的。这着啥急？哎，这都还没到吗？哎呀，到没到？行，到了，到了啊！这就是中五里村儿啊，这就是中五里村。哎，那啥，大哥，这条路也不像不能走的呀，啊啊，能走啊！哎呦我去！那你跟我说不能走？啊，你说这事儿啊、嗯？哎呀，我要是不说不能走，我能赚你这300块钱吗？哎呦我去！哎呀，我要是不说不能走，我能赚你这300块钱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姑娘啊，这个你记住了啊，出门在外的，不管办啥事儿，都得懂点礼貌，知道吗？今天呢，大哥就给你好好的上一课啊，以后千万记住了，知道吧？别一天天的总以为，哎呀，自己开个豪车有多了不起似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还有啊，别总是一天天的这个开这个车呀，横冲直撞的到处啊，那脾气暴的跟那傻牛似的。记住了没？大哥走了啊。嗨。啊，不是，那大哥做人也不能太缺德呀。我等会儿我还要走回去呀、啊。鼠标不值钱、啊，鼠标贼下来。好像破旧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也合适啊？对，挺好听的。听，打嘴炮。
算个屁我。